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哥。今天我在哪里啊？我在上海，在上海的外滩附近，我找到了一家，这个是上海特色的，所以我想看一看。酸奶味，这个是どれがいいんだろう？巧克力味道絶対美味しい。好了，我们来了，これ大丸だ。大王百货是一个那个是 Ribbon 的お店 ，Ribbon 的百货店 ，Ribbon 的デパート。ピカチュウがいる。あ、ここなんかあれだ、歩行者天国みたいになってんだ。あれ、これ。ごめんね。歩いてればそのうち。これは違う。チェシー様。わあ、美味しそう。わあ。ここでお土産買えるやん。もう一個買います。で、こちらにもう一個買います。这些很少。今こんな場所に流しリベンダーガブチキガブリチキン。鎌倉通り江ノ島通り。どういう意味？鎌倉とか江ノ島っていうのは日本の場所。加一百加一百等于一百三，是吧？嗯，我看对。对。我知道，一百加一百等于二百。那谁？小。啊，那么快点，六加八等于十四。对。我来了南京东路。今天是周四，下午四点左右。这是从巧克力做的。莫一个，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对呀。这种哪里有？啊，不好吃。啊，啥味儿？Fairmont Hotel, Peace Hotel. 南京东路是个啊，怎么说呢？商场，真的买东西的地方。Fairmont 的，本当だ。白雪姫みたい。この写真を撮ってる人たちは一体何なんだろう。なんでみんなその写真、彼女は有名な人なのか。每个人拍照他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每个人拍他的视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很有名吗？应该是。我知道，但是呢，很有名的。不是最有名的，因为我不知道。是日本的，近近名的。这是上海的文化吗？大家拍视频。我们来了 ，Papito，Papito 是个可丽饼店。什么？啊，谢谢，能点呢？我的朋友推荐这家店，他告诉我，啊，そっか、ちっちゃいのもあるって言ってたな。ヌテラ和香蕉。
们在圣诞节，圣诞节的，圣诞节的，なんだこれは ？Market， 市场。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艺术博园区卢浮大桥等等。すごい。ゲームのあれ。マリオね。マリオ。マリオ。すごい。知らないんだ。